然后记得这个弹簧把它往上放，这个弹簧那个推零片要记得把它往上放，要不然一解开之后它会直接弹上来。好，现在好，然后你把它移过来哈。拆螺丝之前要先把推零片，已经弹掉了。做没关系，就做个动作就好。要把推进片放回去原位，避免它弹簧直接弹掉。好的，你继续做就好。然后把螺丝松掉。好。开始。螺丝转下来之后，然后推进片在上面嘛，把前端往前移开之后。推进片即可拿出，我们将这个吸扣取下，一扣啦，不是吸扣。然后插销拿出来，即可把弹簧取出。而弹簧里面有一个这个叫什么？不要用补件。然后这样推进片就完成拆解。我们现在将弹簧装入推进片上，先把这中心的导轮放入弹簧中间，之后弹簧的平面处朝这个方向放入，然后插销穿过，之后将2.5的一型扣环从侧边扣上，好 ，OK， 好，可以做。凸点的地方，啊哈，这个对，等一下、哦，对 ，OK， 好，把它。弹簧的这个圈圈勾住，嗯哼，这样 ，OK， 好，继续，继续，回来，稍微拉开一点点，然后用手指头压住这个弹片，压住这个固定住了，嗯哼。然后慢慢的放它，这样子，用。进去了，嗯，要不要给它拍原本这边的样子？它这里有三个洞，对，然后它的那个插销的地方会卡到中间的洞，然后左边两个是螺丝孔，卡好了之后扣回来，座中，然后前面这个固定座与前端扣的一声进入。沟槽内，再将前座卡回之后，螺丝两颗螺丝锁回固定，帮我拿一下螺杆手。记得哦，这里那个固定片要压住哦，那不然它会弹开。将螺丝锁回锁紧，即可完成推进片更换。OK 啦。